灵米赛事，九只马入晒集，黄旗举高。好啦，起步嘅时候咧，咁啊好齐啊，比较快少少开边，我当咗上放咧，见到系咧幕后英雄啦，同埋大势以来嘅里边就当第三位咧，压住条栏咧就系咁嘅金港闪电啊，中间第四位咧就咁啊半外苍穹车嘅，开边第五位麻根尼咧见到永和啦，中间位置和英雄啦，全程喺三条嗰只米尾三位只够响落二啊，尾位置就是好彩飞区，暂时殿后嗰只马咧起步都系慢慢少少噶啦，咁啊就系咧谁话冇事啊？好啦，去到对面大直路嘅时候咧，前面单骑放领咧出放头先啦，带嚟两个马幕后英雄嚟嘅，首遇第一位大。第二来咧，第三四位里边落档咧就系金港闪电咧，派中间位置嗰只马咧系嗰只咧就系半米彩虹嚟嘅，后少少一路拍唔到埋嚟嘅就系永和啊，里边慢慢摄入金港闪电啦，里边落档尾四位置就系嗰个初出蔬菜飞区，尾二话仲有车车添啊，够紧落雨大包未咧，暂时冇咗进展嘅啫，谁爱冇事，好啦，转紧五百米弯，放得好松容啊，但系三四嘅马威啊，莫英雄啊，首遇第二位咧大势以来，三四位中间位置咧见到系嗰啲半米彩虹啦，开边走啦都系蚀少少永和啦，里边慢慢摄咧都系个反应麻麻地嘅啫，就系金港闪电啦。中间位置嘅马咧，正平冲上嚟，和英雄啦，开边够响落雨，尾位置蔬菜飞嘅远八尾马啦，冇咗机会就系谁安冇事，入到嚟最后二百米，越放越顺啦，和英雄廿二米尾拍嚟四五个位，大势二女系散散地嘅啦，但系后边啲马咧追唔多，永和同埋揽上嚟就金光闪电，最后一百米路程啊，咁啊和英雄咧廿二米尾先拔头筹啦，可以讲啊，跑第二名咧，最后嗰步顶唔顶得住啊？大势二来同埋开边个档已经上位就金光闪电啊，争第二三名嘅。好似争一步，但系唔敢肯定啊，因为呢只大冷盘好劲嘅，哇！金港闪电以来就好似仲争啲，大紧噶啦，都任过噶啦，不过唔知过唔到啊，好冷到震啊！金港闪电如果系啊七百四嘅，即系如果佢嗰个独赢廿二蚊 win 好定当啦，唉，放到最后直路二百米都趴嚟几个马喺呢度，因为个状态真系好靓，到晒位啊！金港闪电，如果你话二号吞下又翻上嚟，不过最主要一号冇乜力嘅啫。大势以来啦，呢度任过。终于开斋啦，只二号。终于开斋啦，廿二蚊边。大势以来其实比我哋想象中一三零佢已经算好添啦。都话翻嚟呢度任过啦，已经立晒。系啊，佢系冇嘅。你睇翻个上季啊，佢跑一三五零。哇，睇下拉斯嗰部顶唔顶到啦，里边定出边？哇，危险啦！漏档啊，顶住到啊，好似问啲啦，好似问啲啊。似乎系十啦，因为佢真系冇力啦，你睇到。因为翻到嚟嗰终点位有少少反光啊，真系睇条白线啊，真系冇力咗啦。好似出边高盘啲啊，哇！于二搭十就热头大冷脚，真系四十七倍 K 嘅话，如果二搭十，如果一搭二嘅话咧，就睇下啄落去。真系睇下有冇，哎呀，好似出过啦，过啦，佢真系冇。呢个位就唔使影啦，真系咯。即系虽然我都赞佢叻噶啦，跑过第三一三五零啊，但系谂唔到俾呢只顶唔到，呢只都真系你赛前点计都计唔到。咁你真系完全冇赛绩噶，上次跑呢个路程仲输得远，系嘛？临尾一搭二大 Q 嚟噶，起翻飞去到五万五蚊啊！不过依家似乎好似失咗手啦。唯一赞佢咪侧身未尽咯，就系咁嘅啫。嗱，需要影相啊！第二名我哋眼睇就好似系只金港闪电噶啦。第四名就系七号马嘅永和，哇！嗰啲后追马冇得追，全部都系咩？不过谂住好简单啊，一二 Q 点不知多只金港闪电。如果一搭二要加大款，你安仔临尾大 Q 嚟嘅，又起翻飞得翻五倍嘅啫。依家影相，不过肉眼望落去咧，似乎开边个档啊高盘啲。不过都谂唔到佢赢得咁轻松啊！段段快佢咯。不过如果见到嗰只大势以来都差啲有 Q 咧，似乎几离放啊嗰幅地。咁啊系啊，对面已经系呢几只马啦，系咯，对面呢几系呢几只马翻嚟都冇一点变嘅名次系咯。正永和全程俾人顶住走二三碟，埋唔到嚟都，不过呢个第四系输好远嘅。亦都反映到呢场个水准就真系普通啦。真系唔高嘅咯。哇！嗰只起飞嗰只谁有冇事？又系起步慢一慢，冇办法。你拣多只二号之后，其他马都拣唔落手嘅。任拣唔系拣唔落手，即系你拣唔落手嘅真系。任你拣。不过今日嗰只摆喺高安图有飞嗰只都几失望，全程挨打和英雄，
全程挨打。姜乐业跑到第五，不过就输好远先追上嚟嘅啦，全部。好啦，睇睇起步啦。一二已经系抢咗出嚟啦，二号俾只黄勇挨挨先，但系冇事，自己带咗出嚟。拱两步出嚟。一号只马都唔系咁规矩嘅。挨下把咁，你就先出啦。而家先稳定翻啦，但系一闪埋佢。好啦，咁啊，差唔多呢度已经系四重四连环喺度，四连环喺度啦。系啦，晒到啦。系嘛啦，二一十七啦，二一十七五啦。你喺晒前冧啊！好，睇翻个大头冲线先。即系金旺闪电，其实都一早就摆咗前边嘅。系啊。不过你后面嗰扎马都真系完全跟都跟唔到。不过转弯一度，以为佢褪咗落去，佢又上翻嚟，不过最。